王一博，听说你们昨天拍摄特别热，然后听说有演员晕倒，你还好吗？昨天没有人晕倒。有啊，昨天说有群演然后晕倒掉到水里了。我不在这边拍，就是在这里啊。我不在这边。你昨天不在这边，你人在哪？我在那个。你不在，不是在林海湖吗？啊，昨天不在林海湖。肖老师都不看通告的吗？他昨天在哪？肖老师都不看通告的。我看呀、啊。肖老师都不看，是因为昨天我昨天没有在那个群里。哦，对，肖老师在尬戏。啊，肖老师在干另一部戏，是这样啊。肖老师辛苦了。你刚进什么的？我们俩来算算谁在这个组里面待的时间久。当然，话也不是这么说，王老师还是这么说。是吧，王老师？对，确实是我不好，因为《庆余年》那个戏没办法，太早就签了，所以无法改变了。就我只有尽我自己的微薄之力，然后来满足王老师，就是尽量啊，就是。但是肖老师尽量让自己不影响到王老师。虽然大戏，但是对于角色的把握啊，就是没有，我觉得还有王老师比较辛苦，就综艺啊，然后拍摄呀、啊，就很繁忙。就是角色的把控啊，还是很好。他就是不会分析啊，拍摄的不会把两个角色给拍摄到一块，离组的次数啊，其实并不亚于，就是你知道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很不容易了。你想，几天没睡了，三天没睡了，也不容易。我觉得，但是王老师特别棒，并没有影响到拍戏，就还是一如既往都稳。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要向王老师学习。一起表演演。我中间还有一点点，因为在现场就是这样，惨，刚我还被那个柱子打到，惨还是魏无羡惨，蓝忘机在旁边偷笑，哪偷笑了？啊，你明目张胆的笑，你明说，魏爷你没事吧？觉得你最近越来越不要脸了，骂我，骂叫你。骂叫你丫的，仗着年龄比我大6岁，天天欺负我这哥哥。王一博，你是人吗？每天扪心自问一下自己，你是人吗？这哥哥就仗着比我大，然后你请问你哪一点把我当哥哥了？天天你就嘴上把我当哥哥，你行为上要把我当哥哥吗？哎，这爹爹有啊！你看哥哥都翘二郎腿，弟弟都不敢翘二郎腿的。能不能善良一点？每天劝你善良一点。好的，哥。森贝，哥。森贝，哥。哥。森贝，哥。臭骚逼的，哥。哥。哥。你要纸吗？不要。不要纸。站好了，陆老师啊。哥，心伤了。跳舞跳的，哎，等一下啊，这是新的伤，对，你会滑吗？就是我一 solo 的话 ，freestyle 我就喜欢用膝盖的，啊，那个，不，就除了那个还有，好，你回去了，哦，对不起啊，当然，亚洲舞王嘛，屁，你俩还是在这里啊。那个战斗机已经拿着枪跟他们对着嘴了，你俩没有先出来，等他们回来。戴护膝啊，谁戴护膝啊？我戴护膝，惜命，年纪大了就得惜命一点。哥，你多注意一下功课，毕竟来了。呀呀呀，某，森贝。其实说穿了，其实王一博真的是我的大前辈，就是稳嘞，无论是从经历啊，屁，从年出道的年岁啊，还有都是一个特别大前辈。然后王一博也特别好，然后就是特别照顾我。但就年纪的话，还是年纪长辈，但是年纪不重要啊，年纪不重要、啊，阅历比我高啊，阅历哪有你高、啊？
比我多六年的阅历啊，那就是生活呀，其实无所谓啊。但你是演艺的阅历比我高很多呀，没有，特别好，也就比你喜欢早，比您早出道两年而已。两年呢，而且你加上练习生的时间，特别厉害。我觉得王老师，怪不得跳舞这么好，就一跳舞就会让人觉得想尖叫。但是肖老师，您也有长处啊，您会设计啊。设计有什么用呢？设计很厉害啊！听说您设计一个不是20万吗？哦，对，这个是真的。对啊，肖老师超级厉害。但是有什么用？现在也没有用了呀。但是也是您的一技之长啊。但是现在没什么用啊，你总不可能说我现在给你设计，马上给你做吧？你可以以后设计您的品牌啊。这个倒是可以啊。对啊，但是还早啊。但是不早啊。跳舞，但你跳舞就现在的名气，但你跳舞就可以随时来。王一博，来一个，王一博。王一博，您现在的名气，王一博来一个什么？王一博会买啊！王一博，王一博来一个，王一博。好累啊，王一博，累了。你起的头，您起的头，前你起的头，哥，哥，你起的头，您起的头，您起的头，哥，您起的头，您起的头，您起的头，真的是您。哥，您起的头。哎，你别闹啊，王一博，求你放过我好吧。哥，你不起头，我怎么敢起头呢？哥，王老师，你放过我，王老师，王老师，哥，你放过我吧，哥。王老师，你昨天不是没睡觉吗？你怎么今天精神那么好呀，你？哥，你放过我吧，哥。对呀、啊，我放过你们两三天没睡觉了，怪可怜的。你好好休息一下好不好？肯定挺着，我不敢晕倒，不然就会耽误哥您的时间啊。不会啊，哥，我绝对不会晕倒。因为我在想你不晕，您放心。因为我在想你不晕，我保证给你搭好戏。你不晕，我也要晕。保证给你搭好戏。没有，是我，因为蓝忘机就很稳嘛。那魏无羡这边我的稳都是让您的节奏带起来，节奏一错的话，王老师就会凶我，像今天早上就凶我了，然后在现场就直接对我大吼说：“来，我们走一次。”哪有？没有？怎么没有？没有，没有那么大。然后我当时吓得老师完了完了，王一博生气了，对不起王老师，因为早上那个你知道台来，然后就会有点晕，然后再加上我知道肖老师也很辛苦，因为每天台词那么多，其实是我的不对，真的没有，我应该我没有换位思考，我应该多想想哥您的感受，哥您一大早的那么多词儿，然后又神志不清的，然后就。难免节奏会错一些，神志不清啊！难免神怎么说话呢？谁神志不清、啊？就是会有点晕吧，就可能会有点谁神志不清啊？清醒？怎么说话呢？然后就每天词又那么多，又是大早上的，我确实不应该那样。我因为仗着词少，然后就不应该这样的。说哥，你再这样说，我真的不好意思啊！我这么一想，早上是我的错，我真不应该这样。没有王老师，我真的不好意思、啊，对不起，太惭愧了。这两天没睡觉，节奏又如此的稳，那我就你知道瞎跑什么呢？我就反省我自己，然后我就来自灵魂深处的拷问。说我这样做对得起王一博吗？对得起他那么辛苦吗？对不起，所以我特别可以理解。然后你在现场就凶我，我觉得。